靈芝丹最上鏡小姐嘅，有請頒獎嘉賓靈芝丹國際有限公司加拿大總代理黃錦青小姐 ，Miss 張德忠。好啦，邊位呢？幾多號呢？我就知啦。最上鏡都其實好呼之欲出㗎啦。幾多號？最尾上鏡幾號？望到啦，我哋。靈芝丹最上鏡小姐，得主係三號三號陳怡中。兩位中意。哇！兩位中意高層。陳怡正，高齡24歲，身高5尺6寸半，亦都係位學生。他喜爱古筝、烹饪和摄影。Erica 陈怡静在珠海出生，最喜欢呢自己一对会笑的眼睛，可以令人感到充满希望。虽然咧佢系攞咗呢个最上镜小姐咧，我哋印象最深当然咧就系佢弹古筝啦。啊，其实佢各方面嘅条件都相对地唔错嘅。系系好。今天 Eric 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的。谢谢大家，我们金小姐，多谢我们金小姐，谢谢，很高。